走，比分差距来到了两球。欢迎来到绿茵信仰的比赛现场，本场比赛将由我给大家带来这场精彩对决的评述。今天我们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。俗话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这两支队伍呢，今天将在这片绿茵场上一决高下。本场比赛他们的阵容看着很眼熟，很多观众都能背下来阵容名单了吧？期待他们能在上万球迷的助威下踢一场精彩的比赛。最终鹿死谁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一声哨响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维纳尔杜姆，姆巴佩一脚长传转移，变成左侧队友拿球，传中，球到了禁区。他瞅准时机，果然抢球成功。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果断下脚抢下了球，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果断下脚抢下了球，一脚射门，画出一道曼妙的弧线，出了底线。他瞅准时。这球漂亮，体现了他非凡的进攻能力。队友拿到球，克鲁温，队友接球，一脚劲射，精彩的扑救，球被扑了出去，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。梅西，这球传到了禁区，球被对方拿到，重炮轰门，球飞出底线，没有打正部位啊。好机会，打门，好球！对方城门再次失守，比分差距来到了两球。接到球，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传中到了禁区，高高跃起。头球攻门，门将将皮球扑出，
一记头锤，精彩的扑救，球被扑了出去。格鲁温，他瞅准时机，远程重炮，画出一道曼妙的弧线，出了底线。队友接球，年轻的姆巴佩快如闪电，仅凭速度就可以碾压绝大多数球队的后防。果断下脚抢下了球，内马尔、姆巴佩一脚长传打到左侧，队友拿到球，起脚攻门，精彩的破门，这是他的首粒入球。这球进得漂亮，和我当年有的一拼。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第40分钟，姆巴佩接到球，起脚射门，球进了，这是他今天的首粒入球。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，上半场伤停补时，这支球队以大比分优势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。